光比不强哈、哦。那各位如果有开小客车的话，要北上高速公路的话，请走桥下，光明路桥桥下。那要南下的话，就走桥上，因为你们到那边它会有一个分隔。等下你们下桥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仔细看右手边，他们已经有分隔好了。如果你北上的话，走桥上的话，你可能要绕一个弯，要大一个弯。这边注意一下。这没有，是这一段混合车道。它有那个吗？有，右前卫现在可以往右手边看。这也没有红绿灯了，这一段没有红绿灯。它刚好做的。这一段不修，它前面还没有占用到，有啥都有。如果走错的话，就没有办法进去了。